各位法师，各位居士菩萨大德，大家好。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做佛学问答。那么，信徒问说，佛教呢，常讲的空，是空无所有吗？其实，在我们佛教讲的空呢，叫做空无自性，无自性呢，故空，这是非常深的道理。所以我们常讲说，遁入空门，这个空呢，并不是空无所有。那么讲这个空，无自性故空，所谓的自性呢，就是有一个独立。永恒不变的这个主体，那么观察这个万法万物啊，我们所遇到的、面对的人事物、山河大地，通通是因缘和合而生起的，它不是自然有。也不是独立的、永恒的、不变的。对于我们人来讲，我们也是透过父母生下我们，然后我们还要靠着饮食来滋养我们这个色身，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细胞会变化，所以人会老。乃至会生病，最后会死亡。那么山河大地呢，也并不是永恒的，它会成、住、坏、空。所以观察我们这个无蕴的身心，乃至面对的人事物、山河大地。它都不是独立、永恒、不变的这种主体，所以我们称为无自性。因为无自性呢，故空。现在很多人误解佛教讲的空呢，就是空无所有，说天也空、地也空、人也空、财也空。还要把这个四大解释成呢，这个酒色财气，四大皆空。其实，佛教所讲的这个空呢，是非常深的这个道理的。只要能够体悟空性的人，就能够呢，解脱生死，乃至成就无上菩提。就以我们人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任何的事情，我们会执着，会痛苦。比如说，10年前有人对不起你，有人骂你，有人毁谤你，那么10年的过后。你还感受到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我们执着那件事情是真实的所以呢，你会执着它，然后为这件事情呢，一直在痛苦。那么了解空性的人，就会了解说。这是因缘和合的一种的假象，它并不是实体的一种的存在，只是在10年前，因缘的一种的汇合，声音的一种的组合，然后你感受到说有人诽谤我，有人骂我，
然后我执着这个境界呢是真实的，就因为执着这个境界是真实的，所以你一直感受这个痛苦。好比我们看一场电影里面，那么电影里面的人物在骂你，他这个镜头指着你，然后在骂你。当你了解说，我是在看这个电影，那个影像的人物并不是真实的。那么你能够了解说这个影像不是真实的，它是虚幻的，所以你不会感觉到痛苦。但你执着那个镜像呢是真实的，一直放在你内心里，所以你就会感受到痛苦。那么解脱生死的这些的圣者了解这世间的一种的虚幻，它并不是永恒性的，一切的境界呢是随着因缘在生灭变化，所以它不会执着这世间的这些万法万物。但虽体证空性的圣者，当他还没有进入涅槃之前，这个涅槃呢就是不生不灭的这种的境界，而他还没有进入涅槃之前还有无蕴的身心存在的时候，那么他还是活在这个世间。那么活在这个世间呢，他一样要穿衣，要吃饭，要睡觉，但他了解这世间一切的境界呢都是因缘和合，然后缘起缘灭，就如同我刚刚讲的，好像在看着电影里面的境界。我们凡夫呢把这个生死执着为真实，把这个电影里面的境界执着为真实，所以遇到的顺逆境，内心呢就会起贪嗔痴，起无明。那么圣者了知呢，这世间呢都是幻化而不死，因为无自性，没有独立永恒不变的这样的自性。因为无自性呢，所以称为空，空故无自性呢。我们佛法的空呢，真的是非常高深的这个道理的。那么中观里面讲到说呢，已有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啊。因为无自性呢，所以万法万物呢，万事都有它因缘条件的这个具足，才升起一切的法就像我们生命电视台有发起人，然后也有我们这些工作的这些的同仁来从事录影，有法师在弘法，还有呢信众一起来扶持。那么这个生命电视台它还能够呢永续这样的一种的发展。那么这个电视台它不是自然有，自然有就是说本来就有了，不用人呢去发心呢去这个先呢有这个发起人，然后组织成立所以说是因缘条件的一个具足所以才成立的这个电视台。一个道场的一个成立也是一样，它并不是自然就有这个道场，而是呢有开山的祖师
然后呢有里面的注重，以及呢信众的一个副词。那么这个道场成立之后，然后呢有法师在弘法，有信众呢在副持，那么这道场才有办法它永续的这样的一个发展。所以啊，我们了解佛法空性的道理之后呢，在我们内心里面呢，对的一切的境界呢就不会执着啊，它是永恒的。但了解到因为万法万物无自性，因无自性，所以一切呢万法万物万事都要有因缘条件的具足。我们社会要好也有好的条件啊，那么各个公司要发展也是一样啊，它并不是自然啊，这个公司呢啊，它的运作好都不用经过啊这个组织成立，而它自然有啊。那么公司的老板以及员工了解佛法的空的道理之后，那么会了解到啊，一个公司呢它并不是自然有，而是因缘条件的具足而成立的。那么聊这个老板聊给空性，就是说并不是公司他一个人成立之后有多么的伟大，公司虽然是由老板他发心组织而成立，但是也要靠着员工的啊，一起的这个努力，然后才能够让这个啊公司呢永续的这种的经营发展运作。那么老板了解佛法的空之后呢，就不会觉得自己很伟大啊，因为公司是靠着大家的努力而成立的，所以老板更应该要体恤员工，照顾员工。那么员工了解到啊，因为有这个老板啊他一种的发心啊，然后组织成立的这个公司啊啊，那么员工也感谢老板啊创立的这个公司，那么让我们有工作做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佛法空性的一种的道理开展出来啊，万法万物万事的一个成立呢都有它的因缘条件的啊。所以我们佛法的这个空呢啊是非常高深的。那么总归空呢叫做无自性，无自性故空，万法万物因为无自性，所以万法万物都必须有它的因缘条件而生起。因为万法万物有它的因缘条件而生起，所以它无自性。所谓的自性就是没有一个独立永恒不变的这样一个主体，就因为没有这样一个主体，所以啊他自性呢本是空的，空故无自性。好，那么接下来信徒啊问说呢，如何让身心呢、安住啊。我们啊在修行的过程当中要不断的修福跟修慧，有福报的话
能够让我们的身安住。有智慧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心安住。如果你没有福报，你这个色身呐、啊，要住到哪里的时候呢，连一个栖身之处啊，都不得安宁啊。买得起房子，你得要有你的福报啊。那么租房子，你也同样啊，也要有点福报，有点积蓄啊，才能够租得起房子啊。所以我们修福的话呢，能够让我们的身安住。那么如何修福？个人一直不断的提倡修这个六度。那么六度的前五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就是修福我们一直累积我们自己的这种福报之粮，常常布施供养，看到需要帮助人，我们去帮助他乃至我们去护持三宝、供养三宝都能够呢让我们的福报增长那么有因缘，我们能够受持五戒、八关斋戒，在家居士呢又能够受菩萨戒，乃至出家受出家戒，持戒也能够让我们的福报增长以及修习忍辱、精进、禅定都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福德增长。那么你有福德，就能够让你的身安住。再来修慧呢能让我们的心安住。遇到任何的境界，你没有智慧，你就容易起烦恼。起烦恼的话呢，你的心就不得自在那不得自在呢，就会痛苦了所以这个修慧的话，只要我们有智慧，我们能够让我们的心安住。那么如何修智慧？我们常常亲近三宝，听闻佛法念佛，还有呢诵经，尤其能够诵念般若心经还有金刚经，乃至大般若经，或者一切的经典，都能够开启我们的智慧。我们会有烦恼，就因为我们看不破，放不下，我们执着一切的真，一切的境界都是真实的。那因为执着境界是真实的，内心就会怪，就会痛苦。那透过佛法的修行之后，了解一切的境界都是虚幻而不实的。就以《金刚经》里面就讲到，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一切有为法，就是我们所面对的人事物，都称为有为法。那么这些的有为法呢佛陀叫我们要做如是的观，如梦，就如同梦境里面它是虚幻而不实的。如幻，如幻化，
啊，以前有魔术师，他会啊变呢变换虚幻的这些境界。那么现在我们有网络啊，或者是电影、电视，你看你看到的这些影像，这些影像呢，它是虚幻的。但你执着这虚幻的境界为真实的时候，你内心一样啊，就会起贪嗔痴。看到你喜欢的境界，相应的境界，内心会起贪着；看到不相应的境界，你会起嗔心。啊，那么对一切的境界，你没有办法如理的去作意，那你也是在无明当中。啊，所以啊，佛陀教我们啊，要如梦幻观。如泡，就是水中泡一样，泡沫啊，它不实的。然后如影，啊，如影子一样，啊，这个有阳光、灯光照射我们人影的时候，啊，照射我们人的时候，然后会有身影。我们也知道呢，身影它是不实的，影子呢，它不是实在的。如露，啊，就如同，啊，早上的露水一样。阳光一出来的时候呢，这个露水，它就消失了。一如电，啊，2500多年前的时候，没有像我们现在所谓的电力，而是呢有闪电。那么这个闪电呢，一闪即消失，啊，那么我们面对的一切的境界，我们能够呢修行，哦，做佛陀所教导我们的，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亦如电，做这六种的这种观想的话，那我们内心的这个挂碍、这些的执着就会放下了。之前也跟大家讲到，10年前有人骂你，有人说你，有人对不起你，那你过了10年之后还在痛苦。为什么会痛苦？因为你把这些的境界执着为真实的。当然有的人生性比较乐观的人，过了就过了算了啊，那么对一般人来讲，啊，他对于以前所发生的不愉快的事情，他一直放在心里。那么放在心里，就是代表说你执着那个境界是真实的，所以你才会痛苦啊。而当你透过佛法的修行，啊，了解一切的境界，它是因缘条件的升起，因为一切的境界呢是因缘条件具足的一种的升起，所以它并不是永恒的。那么你能够呢，啊，按照佛陀所教导我们的，啊，修这个四念处。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以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你能够做这样的如是观的话，就能够破除我们对一切境界永恒的这样的一种的执着啊，并不是说啊，我听了师父开始了之后，我内心马上就啊放下了。其实在佛陀那个年代有很多弟子，那么听了佛的开示之后，他马上能够放下内心的挂碍执着，体证空性，
所以就马上证得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么现在呢，因为我们的这个观照力比较弱啊，我们的禅定啊也不足，那么智慧观照力也很薄弱，所以我们还是要不断的来修福修慧啊，那么累积自己的福德跟智慧则了，那么慢慢我们才能够呢解脱生死。好，那么如何让我们的身心安住？修福能够让我们的身安住，修慧能够让我们的心安住。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修福又修慧，让我们的身心呢能够得以安住。今天时间关系，就跟大家开示到此，祝大家业障消除，福慧增长，阿弥陀佛。